我想要邀请一个帅哥跟我一起吃班尼迪克蛋，那我要怎么讲？我在旁边。我说你学得很积极，为了帅哥的路。该上课了。我是勤学的好孩子。你知道你在哪边吗？我现在泰国啊。对，你在这边是游泳池。比基尼辣妹，有比基尼辣妹。你不是昨天跟我讲说蛋蛋你都不会？其实每一间饭店它都会有专门一区炒蛋、煎蛋、做各式各样早餐蛋的地方。因为我们的英文就是真的很浅薄，就是很薄。我就是只会讲 omelette 跟炒蛋，就是那个 fries egg。我觉得炒饭是 fries。好啦好啦， fries， 所以是。就是、你讲太多了，我只能 always 是只能讲这两种。我昨天在24小时之前帮你预约一个老师，现在是上课时间，来，等一下，准备上课。Hi，Hello，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新店蔡依林，这样可以吗？依林蔡。Okay， so this is our first child lesson。要不要先来一个 self introduction 自我介绍呢？ I'm 31 years old. I have two child. One boy and one girl. 好，我极英文极限就到这。那你有没有什么兴趣？ My interest、yeah. is sleeping. 睡觉，睡觉，这是我人生最大的乐趣哎。应该可以吧？可以讲的。优雅一点哦，好，优雅一点的睡觉。所以我们可以说小气。I like to yes, take a nap. Oh, take a nap. 可是他整天都在睡觉哎。Today morning, I go to eat the breakfast. I have a little trouble. I need to eat an egg. Chinese is a 班尼迪克蛋，水波蛋，荷包蛋。I how about to say to the us?OK， 那班尼迪克蛋的话，也就是我们一般的半熟的水煮蛋，通常会淋上那个荷兰酱。对对对对对。所以班尼迪克蛋的话，就是 Egg Benedict。Egg Benedict。Egg Benedict。哦 ，Egg Benedict。Benedict。对，要 eggs， 所以是 X。哦 ，Egg Benedict。对吗？是德的音。egg, 因为我们的太阳蛋是只有一面熟，一面是生的，所以我们是一半，所以叫做 sunny side of egg。sunny side of egg。up 就是上面。side up side 就是那一面的意思，所以是那一面朝上叫做 side up。sunny side of egg。Very good， 很好。脑细胞已经死了啦，90%啊！那如果今天是双面的话，我们就叫做全熟的 over egg。哦 ，over egg 就是已经完整结束的蛋。你今天要双面的，嗯，但是我不想要全熟的，我喜欢吃有点哦半生熟足够的感觉。对，那我就是双面，但是呢是稍微再简单一点，所以叫做 over easy egg。哦、over easy egg 就是两面的，可是比较简单的那一种。蛋的英文比想象中简单，比我想象中简单。我觉得我们以前都把它想得太复杂。对对对对对，哦，这样以后我去吃早餐就不会只吃 always 那一种。对啊，就其实就是照字面上去想，就不会，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哦，这样子以后我就可以吃早餐的时候，就可以稍微就是炫耀一下，我会讲那么多英文，我就可以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吃蛋，我可以帮大家点。那如果说我想要邀请一个帅哥跟我一起吃班尼迪克蛋，那我要怎么讲？你可以先跟他 say 一个 hello， 这样好。Hello， I am 新店 Jolie。应该问他有没有时间啊、？Have any time？ Do you have time？ Do you have time？
Yeah. Oh, 然后吃早餐，然后 eat together. 这样好像不对，就是 eat together 听起来很怪。那如果他说他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跟我一起吃早餐，那我要进行下一步。对对对 ，I have time. Do you want to eat the egg Benedict together？ 这样子吗 ？Benedict。哦、oh, ，Benedict， do you want to eat an egg Benedict together？ Very good， 是不是？等一下，应该对吧？等一下，我有深度觉得你们离题了。你们把蛋的种类讲完了吗？讲完啦，蛋的种类都讲完了吗？没有，就大致上就这些嘛，然后再自己去。等一下，还有吧？我觉得蛋不是应该整有一颗整颗的，你没有？哦，水煮蛋，整颗。我们刚刚都是问。就是一片的。我觉得你们已经离题了，你们现在满脑都是只想要搭讪的水煮蛋。好，那水煮蛋的话也是有分为全熟，全熟平常就是我们吃的那种。那全熟的话，那个蛋是不是比较硬一点？对，对，而且是煮过的，所以叫做 hard boiled egg。Hard boiled egg。那如果我今天要问帅哥说，我有十颗水煮蛋，不要再帅哥了，好不好？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家吃水煮蛋？这间饭店最帅的哥是我吗？半熟的话，因为吃起来是软软的，所以就不是硬的。原本的 hard 就改成 soft， 所以叫做 soft boiled egg。Soft boiled egg. 那水波蛋怎么讲？它就是有点像是半熟的水煮荷包蛋嘛。我们那个东西，那个动词叫做 pouch 是什么意思啊？ Pouch 就是你直，因为那个水煮蛋我们是怎么煮的？就是拿生蛋直接把它打到热水里面，所以那个动作打蛋的动作叫做 pouch。叫 pouch，OK，对，所以就叫做 pouch egg， pouch egg， 对，没错，就是这样，学很快，很棒，真的，是不是天资聪颖？老师，你是不是说谎？你有说谎，对不对？我真的觉得还好，他满心就想认识别人而已。我说你学得很积极，为了帅哥而已。老师给我的评价大概就是这样，就是 Where do you live? I live in Taiwan, Taipei. Oh, do you have boyfriend? Oh, unfortunately, I don't have any. 我没有。哦、oh, ，那个，这边可以帮老师上一下他的 line 的那个。谢谢。欢迎预约，欢迎预约。真有 you be a teacher on the amazing talk how many time how long 对 alone 应该要做多久 how a long time actually I'm a new teacher in amazing talk 我想最后再问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要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英文要分享按赞，对对，这样要怎么讲？订阅的话叫做 subscribe， 你可以说 please subscribe our channel 或是 subscribe our YouTube。Bye bye. Day 2。亲爱的，早安。Good morning, everyone。我要吃蛋。然后你要吃什么蛋？我今天想要吃水波蛋。水波蛋好。哎、欸，我觉得你现在好像变成臭屁哦、喔。现在是蛋蛋小高手吗？所有的英文都会讲，只会讲蛋的。give me one egg, push egg. Yes. Have egg benedict. 有哎、欸。有进步了，会自己点帮你提个蛋哎、欸。有哎、欸。有 ，come on。哎，第一次成功点了水波蛋哎、欸。对。帮你提个蛋快好了。OK，thank you. 哇、wow. yeah, ，看人生第一次在。饭店吃到班尼迪克蛋，上面有你看荷兰酱。这两个有病，昨天买一个这么大艘的船。哎、欸，你们觉得很笨重？还好。还好吗？它里面都是空气，比姐姐瘦。这样子我怎么塞进行李箱？它叫气啊。我就比他弱、啊。你变白白人了是不是？超白的。你在做什么？在涂防晒，姐姐快涂好了。
滑远一点 ，Go！ 请问你们要去哪？台湾，我们要在台湾。好，我带你们去台湾哦。好，来一二三，到台湾，你们都办不到。这个人在 YouTube 人生，你在做什么？修片啊。你在修片？戴墨镜修片，帅吧？你不要再装好不好？明明就在泳池旁边，然后在修片。怎么办？怎么办？哎，你这样看起来很舒服哎。不然我明天要被追过。哎，两位，上课了啦！上课了。怎么？上课了，上课了，快点，过来，过来，上课了，不要再玩了，上课了啦。因为啊，其实我们每次啊，就在泳池旁边想要点餐什么，都会遇到一些问题。今天我有约一个老师，让他来教教我们两个小朋友怎么在泳池旁边点餐。Why would you like to order today？ 今天想点什么东西吗？我不知道。哦，不知道点什么东西吗？好，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吧。Do you like any food？ Yeah， or do you want to try some Thai food？ 要试试看一些泰国的食物吗？好，那你可以跟他说 Excuse me， 对，可以先让他停一下。So we say。Excuse me， 等要比较有礼貌一点点，这样子说。好，我发音很不标准。那对，它下面有问一个要不要再加上其他不同东西的，对，或者是你可以再加一些像 bacon rashes。知道什么是 bacon rashes 吗？我知道。Okay， 那像这种就是bacon rashes， 像这种 bacon rashes。你好，你是这些东西吗？你说是这些吗？这些意思就是，对，这些意思要来读一下吗 ？OK， 很难读啊、哦。Hello。很难读，对不对 ？OK， 好，那我们这边再放慢一点。A few moments later. One beef burger and cheese. OK，Thank you. 哦呦，又帮忙拿。两瓶西瓜汁，一个玛格丽特。一个 cheeseburger 成功点到，其实这次非常开心 ，Amazing Talk 啊找我们来试用。我大概讲一下我的心得啦，我觉得第一个啊，其实他在挑选老师的部分啊，其实非常的方便，他可以根据你的语言啊，或者是你喜欢的类型去做分类。重点他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师资。其实啊，我女儿啊以前一直有就是跟人家线上教学的经验，就跟好朋友啦，一个在澳洲的朋友。对不对，姐姐？你以前不跟人家上过课？嗯，有。然后，可是啊，就是最后因为就是彼此的一些时间啊，或者是就是无法配合啦，然后就没有做了。Amazing Talk 啊，其实它非常非常的方便，就是利用你闲暇的时间，就是你自己自由时间去跟人家去做一些交谈，真的比较不会去断掉你原本想要学语言的那种需求。再来就是它的师资就是非常的多元，可以想西班牙语啊、泰文啊、俄文啊，什么都有。整个使用流程啊，从选老师到预约，然后到上课，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今天影片已经结束了啊，其实我们在这边吃披萨。Please subscribe our channel, share and like our video, 记得追踪我的 Instagram 啊。底下有放我们的折扣码，如果你对 Amazing Talker 有兴趣的，可以用底下折扣码，会有一些额外折扣。我们明天见，拜拜。Set my world on fire. You're mine.